总说来告公阿丁，有啥物冤屈必申诉吗？我来撮回怪刀，撮刀，恁行错地方了。我说再次宣听，因郭大人这两个人故意来撮伊刀，你是谁？无人回击，因为人。休当！哦，殷贵人无人回敬，烦恼公不定，公不定将如何裁决？无人回敬，首都之内，公不定又是一场激烈冲突。文武将功休休，传何文清两条王气破，变化文清何无可乘之机？天公何雄？哦，林回旋。勇变勇，花木木盾杠相将回头，相比花宝。如今的多宋二娘几次为凶魂，是出出再来，一招失出，遁入下风，花木木无奈一招第一击。再来，也就和你来的江湖，赶紧好好驾驶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公道。左丘，两位为何来到公分亭？叔叔，我来撮回怪刀。你是无人回救，是可惜天客既不在光华顶，这就是光华顶的答案。光华顶的一心专一，替你出一口，足以匹敌天客的心病最为保险。我是了恁的道理，在一个真专一，所以一名更好的人选做恁的道理。可以吗？一命岂可以死不穷论？你哪有这种本事，尽管来！难明，哼！叶文琼此时告诉文清处理，有离仙境再见。我不母你不用哄，想到无人已经离世，此事是咱离开了。哎呀，此事发生当时，咱可是虽无无人行踪，一心都有关红魔两行的所幸，穷人都在无人心胸，为了大局。但也必须要他将天机告知，只愿告知你必表现出有情感上的不同。看来此事必须一个定做于苏焕金就算。如果无人会定燕归人，即此不惜代替，恐怕定也不判两人。